实在的不想录这个视频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了。我的农历大家早上好，我实在的不想录这个视频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了。我的农历都农历完了，因为我们被关在家里一个多月。我来自山东枣庄的，政府发了三次物资，谁家里能存多少粮食，我们就这样在网上也购物，哪里购物就这样吃，一家七口，最小的不到两岁，一个不到六岁，一个不到七岁的小孩。我们家真的会被饿死在上海吗？实在是太难了。邻居给了几次菜吃了，然后到房东地里搞了两次菠菜吃了，干了一次韭菜，然后挖了几次野菜吃了，腌了一缸咸菜都吃了了，实在没办法了，高额的价格物资我们买不起了，没有钱了，然后会饿死在上海吗？我来自山东枣庄了，如果我们一家几口饿死在上海，这个视频为证，实在是太难了。我们在家里不能出去，哪个路口都封死了，面临着就是说这个病情，我们也不敢出去，害怕，因为家里有小孩，怕被传染了。小孩太小了，请大家帮助我一下，我实在是太难了，没法过下去了，真的有帮助我们的人。